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菠萝上传给大家更新的视频。今天给大家更新呢是关于艾克斯奥特曼这个周边推出了一些卡片的这些产品的介绍。今天把这个艾克斯的收纳卡册，也是专门收纳这些艾克斯融合的这个 DX 卡片的这个算是卡片的收纳册的介绍吧。可能在十月份，去年也是十月份的时候入手过，然后一直到今天也是有一年的时间了。然后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一看这一个卡册，因为之前可能没有收纳那么多，这个卡册现在已经被我收纳了将近有，算起来已经有快要30几张卡片了吧。今天呢给大家看一看，顺带啊把它里面本身附属的一个这个队员卡给大家做更新。本来这个包装啊，看包装，它这个封会是非常的霸气啊，这是我们的 X， 这边是这个是北蒙斯特阿玛艾利王阿玛，然后是 X 和一些软胶啊，哥莫拉软胶啊，北蒙斯特软胶，背后呢就是一些介绍，跟这个其实跟欧布的这个算是都是差不多的一个材质，都是收纳卡册用的。因为欧布这个卡呢其实跟艾克斯卡片是相当一样大的，所以两者的话都是可以收纳的。好，我们来打开第一页，第一页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是艾克斯的融合装甲的介绍。好，我们继续翻侧边的，这边依旧是装甲的一个介绍。到这边呢大家看，这边是已经被我给装上了这些卡片，这些都是奥特曼的一些卡片。我们来慢慢的给大家看，